次有请皇帝乐团，我们带来好听的乐曲《光芒》，也用这首乐曲献给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，在我们来年，不管在我们家庭事业上，都能够绽放光芒，献给大家。的关系哦，我们的这个现场摇滚圈的朋友往后退了一步，我是要如何来这个访问大家呢？好，没有关系。那我们现在玩的游戏非常的简单，我还没有自我介绍，对不对？但现场好朋友们，有没有人知道我是皇帝乐团的谁，叫什么名字？有人知道吗？只有两位知道，是不是？那这个游戏有一点有失公平，对不对？只有两个人知道哈。那没有关系，今天呢，我们来到蒙蒋青山宫哦，临安尊王的这个圣诞千秋的大典哦，可以说是非常的荣幸，也非常的开心哦。更感谢呢，我们目前幕后所有的工作人员哦，在筹备我们这个青山文化祭哦，这个长达了半年到一年之久哦，才可以给我们万华区、蒙贾区所有的里民好朋友，甚至是我们外县市所有的好朋友们呢，都可以应邀到我们现场哦，来一起呢接受我们尊王的这个平安以及保佑哦。所以今天呢，希望我们现场所有的好朋友们拿出你的热情哦，来，小乖呢这边喊一杯杯一二三哦，我们现场哦所有的好朋友给我一点欢呼声好不好？欢呼声越大呢，我们的海报就会丢向你那里了，好不好？来哦，我呢说呢，蒙贾青山宫临安尊王祈福活动，大家给我一个圆满成功好吗？这个 keyword 可以吗？小乖讲好，你们讲。圆满成功好不好？哪边声音越大呢？哎，我这个手力道不够大，我要找猛男，我觉得我可能会丢到前面，好不好？来帮我大喊呢，预祝我们今天所有的活动呢都可以呢圆满成功的，也要用这个圆满成功的这四个字呢再次的来感谢我们尊王，以及感谢我们所有目前幕后辛苦的筹备工作人员哦。来，预备备，蒙贾青山宫临安尊王祈福平安绕境活动圆满成功呀！
舞台上呢，皇帝乐团持续为大家带来好听的乐曲，有请我们歌手璇璇为大家带来下一首好听的乐曲。璇璇，我们要带来什么好听的音乐陪伴大家？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也是最近在抖音非常红的一首歌曲，它就叫《少年》，送给大家。少年呢，我们现场今天来了非常多的少年，少年那丢丢啊，阿迪亚，阿迪亚，今天呢，也可以说是我们现场这个工作人员呢，可以看到我们这个庙宇的文化哦，传承到我们新的一代了。也希望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呢，给我们呢台湾的庙宇文化，给我们的尊王，给我们的神明更多的支持，更多的鼓励哦。自己变得快乐，心那最对的选择，过去的就让它过去吧，别管它是一个玩笑还是谎话，我的角色其实并不复杂，只要记得你是你。揭晓是，大家可以学一下这首歌，下次我们依旧可以一起唱啦。是。
谢谢璇璇啊，接下来带来下一首好听的乐曲，对不对？在这里呢，也非常开心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啊，再次的齐聚一堂，共襄盛举，带来皇帝乐团第二个阶段的演出。而且听说今天的卡司跟阵容哦，主办单位可以说是特别的用心，也特别的贴心哦。在我们晚间呢，也会安排更多更精彩的节目，可以说是越夜越美丽啦。所以可以说是呢，我们现场所有蒙甲区有所有的好朋友们的福气哦。拥有我们的临安尊王的这个特别的来保佑以及加持，在今天呢，我们这个平安夜也即将要来到了，这个呢也可以说是我们平安之夜的前戏啦，跟我们所有的好朋友来一起共襄盛举。当然再次的提醒我们现场所有好朋友们，要注意您的保暖，注意您的安全，注意您的钱财哦，让我们今天可以平安圆满顺利成功。同时呢，舞台上再次邀请璇璇为我们带来好听的乐曲。好的，接下来这首歌曲呢，也是周杰伦最近非常红的一首歌曲。大家如果爱喝酒的话，可以来一杯 Mojito 送给大家。也是我们最近亚洲天王杰伦火红的歌曲啦，献给我们现场每一位好朋友们哦。跟着众里压抑，跟着海放肆，就跟漫无目的，不懂输送，走到什么肯定，我想上辈子是不是就遇过你？剩下的海浪看待，更多的头脑摇摆，而你是我世界大雨下一片海，而我的宝贝都破爱人来吧也懂，我喜欢阅读它为城市的夜梦。想给美丽的那生日。